有个喜欢古典音乐的气质女友好像很不错。你是连你女友都不认得吗？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去听音乐会吗？雨婷无论什么时候看起来都好有气质。你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？我觉得你就跟音乐的旋律一样。你也喜欢古典乐吗？尼采说生命没有音乐是个错误，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。我也是。雨婷，怎么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请问需要找服务吗？不好意思，可以换店里的音乐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雨婷，这位小姐怎么突然认出？她弹得很好听吧？能随时听到古典乐，真的是太幸福了。哎，从此那个弹奏卡西欧电子钢琴的幽灵就一直跟着我们。林子昌啊，我关不掉。林子昌啊，雨婷，我没办法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不想再听到古典乐了。我以为你也喜欢。但你们真的随时随地都来弹，连现在也是。雨婷，祝你跟你喜欢的古典乐永远幸福。舒航，我愿意为你放弃古典乐。真的吗？我最亲爱的 baby， 不用再盲目的追求。You love me， 许下承诺的以后，两个人紧握手，一起变老，还能感受我们最初爱上的。没想到连唱流行歌都好有气质。我想我又恋爱了。